事情正式开始，非常的感谢我们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的长官贵宾，我们的县长，县长夫人。那我想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跟吴宝全师傅，我想这个拿到世界第一届面包大师在巴黎举办啊，这非常不简单，那也是台湾之光。青石哈，创意青石。那么刚才我们一定要换好，有些然后呢放上用香蕉的甜味呢跟蔬菜来搭配。县长夫人，等一下你一定是第一个品尝，可以的，切对半，可以。OK。因为今天我看县长大家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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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吴宝全师傅，他要把我们的这个农特产，我们这个有机农产品，要把它作为做材料哈。那未来他也要教导我们的这很多面包师傅，如何把有机蔬菜来当为材料之一。那而且要帮我们把我们的益禾包、荔枝、龙眼啊，很多农特产品哈啊，未来还要把它烘干来作为食材。未来还要行销全世界啊！我想这个，我们谢谢啊吴宝春啊，我们这个面包大师啊，我们再跟他鼓掌一下哈，鼓掌一下哈。好。来，去这边挤，去这边挤啊！假生的改变品质啊！我真还蛮恭维，但是我也实在。那放心的吃啊！那我们目前到年底大概有450公顷的这个有机农耕，未来我们会继续扩大。那会继续扩大。那未来哈，我们会跟如果我们量够大的话，现在量还不够大哈。如果量够大的话，我们可能未来跟和鸡蛋再来做实商啊。希望可以每个礼拜六，那我们都来这边来行销哈。那谢谢大家啊，欢迎大家啊，固定来这边采买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哈。对。今天有妇幼馆。手工麦芽糕，不会酸的。哇，还有几个？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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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